那边要磨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那你是住在这附近拿水的这牌？我开车过来要半个小时。我这样子啊，那也还好。我们那边。啊？一会儿会回来的。一会儿会回来的。对啊。大分，马上。拍照了是吗？等我一下。好。好嘞。有点像北海那个锅鸡，嗯，是吧？是不是？应该不是吧？泡菜啊，各种跟它很像。就长青路那个，是吗？不、哦，还香肠。蒜水是吗？嗯，汤料。不饿。你加这个水就更香了。嗯，香了还完，是吧？Thank you.